他就是他们有那个联系方式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用他们家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家的品质很好，所以他们跟我说了我才同意给他们做这个品宣的。那我就把链接下掉了，哥姐们，我就把链接下掉了啊。都付款成功了吧，刚才都付款成功了吧，哥姐们。啊，他刚才59的老年人用的那个我要一个。哎呦，哥姐们，星辰你刚才哪里去了呀？星辰刚才叫你去抢的时候你怎么不抢啊？现在上不了了吧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链接，我看能不能上上去啊？能上去你去赶快拍一单啊！上不了了就没办法了，哥姐们，我看一下。刚来，等一下啊。哦，链接还在这里，等一下，他们出去上洗手间了。我悄悄的给你上一次啊，你赶快抢啊！秒拍秒付，我就把它下了啊。来，我给你上了那个。就是那个嘛，就是腰不舒服腿不舒服的这个嘛啊，就是盐带的嘛，这个是吧，是不是这个，是的话打个是，是不是这个外面去买，这个线都得要几十块钱吧，对不对，到外面去买的话是要200多的，好像说是这个品质的。今天的话是我们是两边都是做了补贴的，所以就59，所以就那种了。我数10秒钟我就给你下掉了啊，你10秒钟之后你再不拍下付款不成功，一会儿人家来了，人家得不高兴了啊。这本来就是为了做品宣，所以都是亏着钱干的，但都是限单的，软软糯糯的，我都好想躺上去睡觉了。暖和吧。嗯，以前我自己睡4-5个小时那个脚还是冰凉的。这个你直接钻进去都是暖和的。对，这钻进去的是暖和的，对，太舒服了，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抢一袋回去，让他们体验一下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吧，晚上再那个吧，好不好？嗯。哥姐们，预约一下晚上的直播，这下面预约一下。对，我们得去吃饭了。我们去吃饭了。人家郑总他们过来也不容易。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，好不好？我带他们去吃个饭。我们晚上再播吧，晚上再播。你们晚上想来的啊，今天没抢到的晚上可以来。晚上应该还要搞一波。好了，那各姐姐帅们。预约了没有？预约了的打个预约了，预约了的打个预约了啊。那我们就晚上见了，哥姐帅们。干嘛呀？你又来了，神出鬼没的。干嘛？这怎么又来了呀？我不能来啊。啊？我不能来啊。你不是去接阿果？不是你让你阿果不是请你吃炸洋芋吗？没接到。啊？啊？没接到。没接到。啊。没接到你回家了呀？我刚回去，你们都没回去。我们今晚不回去。你们去哪里？我刚刚他两个不回去。我们今天晚上在城里歇息了，你赶快坐那个村里的那个面包车回去吧，一会儿没车了啊。没有了，走了。啊？啊？走完了吗？啊，走完了。左上角有个福袋，哥姐们快参与一下，还有一分钟。走完了。就开奖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要不要带他去吃饭呀，哥姐们？我请郑总他们吃饭，要不要带他去吃饭呀？那你坐个摩的车回去嘛。没钱。没钱？那没钱你下来干嘛呀？我又不是跟着你下来的。不是跟着我，那你去，那你走啊，那你别跟着我。不是阿果说在体育广场等你呀，你不去啊？不在。没找到吗？没找到。你是不是找不到那个地方呀？找到了呀，他们人不在呀。他说他在超市那里等你呀。肯定我走之后你没有给他打电话。我们怎么可能？我有没有给他给阿果打过电话？哥姐们。肯定有。他说我给阿果打电话让阿果走了的。肯定有。你都
不想说他。啊，这个欠3万真的。他要欠收拾。惯了，他下次这样没办法呀，哥姐们，直播间又不能凶他，他是知道的。直播间凶他的话，官方会以为我们在演戏炒作，所以就会要关小黑屋，知道吧？所以没办法，在直播的时候他准备的不能凶他。哎呀，哎，气死我了！预约了没有？跟你们晚上，我们晚上再见啊！嗯，再聊五分钟吧，再聊五分钟。好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跑了。我们不吃饭，今天我们那就下播了，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因为很多粉丝白天上班，我们等他们吃了晚饭，晚上就是7点的时候我们再播。那你们再去找个地方休息吧，我今天晚上车也没有，我在这儿休息。啊？你们去再去找一个地方休息吧，我没车，又回不去了，我晚上在这儿休息。你又不是跟着我来的，你别跟着我呀。你又不是跟着我们来的，你是跟着阿果来的，你去找阿果呀。你们三个是人阿果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，我服你了。然后就忽悠我，真的是你们三个商量好了忽悠我。我们才没有那么闲呢。害得我回去撤了。哪里预约？这里啊，哥姐们，这下面有个预约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我们去吃饭。那里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那里有个火锅店，很有档次的。这里有个预约，这里有个预约，这里看到没有？下面一个白色的，预约了的打个预约了，哥姐们，我们晚上再见，我们再播3分钟，我们就下播了。啥？我刚过来的时候，你别说话，我求你了，我感觉有个苍蝇在我的耳边嗡嗡嗡嗡嗡的。刚过来的时候那边有个火锅店，很有档次的，我跟老板说好了，给我们留个位置。你自己去吧。啊？我刚过来的时候那边有个火锅店，很有档次的那个，就跟老板说好了，给我们留个位置。留了个位置啊，你请客呀？我没请。那让他自己去。那谁请客呀？你俩请啊，他总请啊，他总这么大气。我请客。对呀、啊。你大气的，他总请啊。你预不是？你跟我说好了。你自己定的位置，你谁请客啊？我没请。你搞错了没有？哎呀妈，叫我。我们今天晚上不吃晚饭，哎呀妈，要不要吃晚饭？不吃，我要休息了。啊，我们在这里泡2碗方便面吃吧。小表哥，你要不要吃方便面？哪里啊？啊！我已经跟那个老板说好了，我们去吃火锅嘛。我已经说好了的，我老板留了一个位置。留了个位置啊？那你去吧。我说涛总要过来，留个位置，让我们过来。没抢到的哥姐们，你们预约一下晚上，晚上再来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不可能一次性放完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亏着钱干的。你们买过的人都知道的，平时家里面买过东西的人都是知道的。这个这些今天所有的这些价格的话，已经很低了，所以。他肯定会限量的，因为刚才我都是趁他不注意，我就一直把链接挂在那儿，你们应该是能看到的啊。因为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抢到，想要的都抢到，所以他是不知道的，他知道的话他不得不高兴死呀。但我是悄悄的挂在那儿的，因为手机在我手上嘛。真的，我是对你们是好的了啊，哥姐们。我们去吃火锅。我对你们好不好？好的话你们打个好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小表哥。山总，我叫你山总，你不要说话，谢谢你。我也不是哑巴，怎么可能不说话呢？你说话，我感觉有个苍蝇在我耳边呜呜呜呜的在那里飞，我受不了，知道吧？我对你们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因为你们一直对我很好，人都是相互的嘛，你们对我好，我肯定要对你们好呀，对不对？刚才你们都能看到的，我说链接下掉了，其实我还是多放了几分钟的。但是你们没抢到的就只有等晚上再来了，晚上我们7点钟再直播。晚上的话你们刚进来的哥姐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在这里预约一下晚上的直播。今天是那个品牌方在这里做的那个家纺的这个就是品宣啊，他们这价格都很实惠了，已经在外面这个品质真的很贵的，这个品牌真的很贵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。平时那个一般没有品牌的，不是品牌的那种普通的家纺，4000的都是400-500，对不对？稍微好一点的就是1000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品质的话在外面是1900，刚才你们是199给到你们的，但是他是想蹭一下阿姨莫这个流量，知道吧？他是想蹭阿姨莫这个流量，把他们这个品牌宣传出去，所以价格的话我肯定会给你们砍的，算的是已经是很低了啊。今天抢到了的哥姐们，你们都打个抢到了，我看哪些咱们的哪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抢到了吧。你可以回去了，一会儿没车了。没车了，我刚去问了，人家车都走了。车走了，那今天晚上住哪里呀？
我住这里啊，你两个去另外去找个地方休息啊。啊？我住这里啊。那这个是给郑姐他们准备的。我也不认识他们，这是我们住。怎么抢到了是吧？划不划算吧，哥姐们，说句实话，划不划算？对你们，对这个品牌方啊，我是反很心的。你们收到，你们是肯定是懂货的，看到了对不对？不满意都可以退给他，而且快递费是他承担的，你们又没有损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放心就行了。没抢到。没抢到的，我看哪些人没抢到，没抢到打个没抢到，没抢到的赶快预约下这下面晚上七点的直播，哥姐们，没抢到的预约下晚上七点的直播。很好的品牌产品，很好是吧？以前用过是吧？哇，这么多人没抢到，你们预约一下，预约了没有？预约了我就都预约了，我就下播了。哥姐们，晚上七点的时候我们再开播，你们点了这个预约的话，晚上我们开播会给你们发信息的啊，会给你们发信息，发信息的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可以预约一下，预约了打个预约了啊，你们都打了预约的话我就下播了。没有加粉丝团的在这里加个粉丝团啊。这下面有个白色的预约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下面预约了的打个预约了。你们出来为什么把千三万带上了？不是我们带的，是今天阿果也跟阿莫一起进城赶集嘛。你们知不知道赶集啊，哥姐们？知道的打个知道。怎么谁说都不回复我？没看到，咱们直播间人太多了，哥姐们有时候没有看到你们的信息，你们就多多的担待一下啊，我们人太多了啊，人太多了。知道，知道就好。我都跟你说59，这个我拍了一单。